时候，一个 Spy Buster 被吊车吗？吊车翻身香漂亮啊，很高啊，这个角度飞。巨人踢击直接带一个漂亮的 DDT， 非常垂直，直接要接入一个什么 Sidewalk Slam。这个时候跷跷板，跷跷板改善半脚。对对，这个第一张就是没错，从一开始两个人二三十下都是到最后的一档的。无论如何不给对方一个团结机会，这个时候只盖一个非常大号的金币钩，一个彻底失败。这一次有办法成功吗 ？TKO 的动作 ，TKO 非常的漂亮。所以我们看到 Joker 把对方，哇 ，Joker 拿出他的拿手刀刺了吗？好，危险危险危险！握住双腿，直接往地上用力。